我相信大家咧都俾時間啊，讓我哋啊呢14個地方咧係進行咗啊先行先試。啊，我哋亦都係會認真去做呢、這個啊先行先試嘅。我哋每一個地方咧都會組成一個專隊，呢、這個專隊咧係會深入咁留意喺整個啊運作過程裏邊不同嘅流程啊所涉及嘅啊問題。或者需要解決的事情，又或者市民對於每一個流程的認識、參與度和他的最後的一些意見。我們有一些會經過在測試裏面看過運作，有些我們會經過一些問卷或者一些是詢問意見的情況，是確保我們可以掌握到在14個地方所試的不同領域，包括住戶啦，包括我哋清潔嘅工人啦，包括我哋物業管理，以及包括商業嘅營運者，佢喺呢方面咧整體嘅運作會係點？我哋亦都希望咧喺我哋做完呢一個先行先試之後，我哋喺5至6月咧係可以向立法會咧係作出呢方面嘅一個回報嘅。